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，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，美国政府2月1日宣布启动退出中导条约程序之后，法国和德国政府相继表态，呼吁维护中导条约，保持对话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则表示支持美国的退约决定。法国外交部一日晚间发表声明，对美国宣布启动退出中导条约程序表示遗憾，呼吁欧洲和有关各方维护现有的常规军备和核军备控制条约。声明说，在美国为期六个月的退约程序期间，法国将与北约盟国密切协商，鼓励与俄罗斯继续进行深入对话。法国重申，军控条约有助于确保战略稳定。法国鼓励俄罗斯和美国降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至2021年以后，并就后续条约展开磋商。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，美俄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成为目前两国间仅存的军控条约。这个限制双方部署和弹头及其运载系统数量的条约将于2021年到期，期满后可延期五年。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日对媒体表示，德国仍将在六个月内继续与俄罗斯就中导条约进行对话。他表示，谈判的窗口应该保持开放。无论如何，他和德国外长都将尽一切努力，在六个月内再次让对话成为可能。北约一日发表声明说，北约完全支持美国启动退出中导条约程序。声明说，除非俄罗斯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，对其所有 9M729 型美方称 SSC8 型陆基巡航导弹进行可核查的销毁，在美国正式退约之前恢复全面可核查的履约，否则俄罗斯将对条约的终止承担全部责任。近年来，美国指责俄罗斯部署射程受中导条约限制的 9M729 型陆基巡航导弹，俄罗斯一直拒绝接受该指控。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，简称中导条约，规定两国不再保有、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、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。美国一日宣布启动退约程序后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日针锋相对地宣布，俄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。参与记者徐永春、任科、张远、田洞洞，新华社大马士革1月21日电。据叙利亚媒体21日报道，叙东北部哈塞克省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，造成四名叙库尔德武装人员死亡，另有两名美军士兵受伤。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，袭击事件发生在哈塞克省南部，当时一支美军车队正经过事发地点。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策划实施了此次袭击。袭击造成五名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人员死亡，两名美军士兵受伤。报道说，由叙利亚民主军人员护送的一支美军车队经过事发地点时，袭击者引爆了炸弹。本月16日，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季发生一起类似爆炸袭击事件，造成至少30人死伤。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。据报道，爆炸发生时，一支美军巡逻队正经过曼比季市中心。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题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，开创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面。习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，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。新华社记者梅世雄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
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。连日来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。广大官兵表示，要以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，开创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面。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。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，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，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，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。长期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李俊说，党的11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。我们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，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，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，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，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。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海防二营五连驻守在东海深处的庙子湖岛上，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党的18大之后，连队全面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巨变。指导员吴杰说，40年来，党的面貌、国家的面貌、人民的面貌、军队的面貌、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也深刻影响了世界，为世界各国带来巨大机遇。正在印度洋某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官兵表示，党的18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，全面深化改革，扩大对外开放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，发生历史性变革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。中华民族正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。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，也是强军之策。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，也是强军之策。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结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，正在组织回顾光辉历程、赞颂改革成就专题教育。旅政委王中文说，改革开放40年来，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不断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，推进人民军队实现革命性重塑，武器装备取得历史性突破，治军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显著提高，人民军队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能力显著增强，成为保卫人民幸福生活、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牢不可破的强大力量。正在开展装甲专业训练的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认为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改革强军的40年，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快速发展的40年。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，随着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，人民军队体制一新、结构一新、格局一新、面貌一新，没有改革开放，就没有中国的今天，也没有中国军队的今天。广大官兵表示，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，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、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。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把握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大势，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，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，
推进政治建军、改革强军、科技兴军、依法治军，建设一支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，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，为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后盾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。信仰、信念、信心，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。新疆军区某团驻守在天山脚下。